实际上，媒体啊，把我上海跟这个互联网给对立起来了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。一个呢，就是应该是我跟马云关系也挺好啊，在那个是中央电台那个对话当中，就是马云提出过5个姓啊，我是很讨厌有人是创造点新名字来忽悠忽悠的，所以冲口而出这是胡说八道，是吧？是吧？云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